欢迎们好啊！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盆粉白桃。因为今天是阴天，然后我是经过我旁边那个塑料袋套袋处理过的，所以它绽放了。但是跟旁边的 OB 醋对比一下，这些都没开，因为今天温度比较低，加上天气基本上都是阴天。如果用这种套袋处理的话，我相信基本上所有的花都可以开。是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谢谢观看。